9月8日，天亮女儿近照曝光，网传森蝶已走网球职业路线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森蝶身穿白色 T 恤，搭配休闲短裤，脚踩运动鞋，戴着太阳帽，梳着麻花辫，整个人散发着活力的气息。能够看到森蝶的腿部十分壮实，身材很适合做运动员。不少人直呼这体型不练体育太浪费了。与此同时，有网友爆料森蝶已经开始走职业网球选手道路了，私底下都练习，而且还请了专门的教练。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森蝶是业余爱好，没想到会往职业运动员方向发展。事实上，田亮也有意让女儿走网球这条路。2020年，田亮带着森蝶去到了澳洲，并且让世界冠军休伊特给她上了一课。田亮夸赞女儿的网球水平更进了一步，自己的捡球技术基本无人能及了。画面中，森蝶的动作非常专业，并不像是业余爱好者，而且她的手臂肌肉线条很明显，一看就是长期运动的效果。小时候的森蝶就非常热爱网球，曾透露追星成功比打球还紧张。由此可见，森蝶确实是热爱这项运动。最后，也祝她越来越优秀。